像牧人寒夜乍醒，听到天兵歌唱，见到天兵天使极壮观的气象，听宣布人类救主现已生于世上，皮薄包躺马槽，符合应许那样，百里行地实细小，轻松找真相，众牧羊人寻获初生的主，博士团集警声，从那东方出发，提步到百里行，实践追星计划，估计有大国主君，定会出生尊贵，才往宫中找太子庆祝他继位。但是王没有太子，真奸教他说，请通知我，待我家访探望，博士团连日探访，寻觅遍百里行，头上竟星牵引，入到屋子探问，博士团遇两母子，在那小房里面，其实基督一岁极已识得阔步，苦拜耶稣一起献。